25日下午，演员江汉娜在自己的 ins 发表了关于与公司的合约纠纷的立场，以下为立场全文。大家好，我是江汉娜，在此我要向各位记者再次说明一下我之前未能说到的部分。我于3月中旬已经通报了经纪公司访谈之后想解除专属合约，在此之后我向韩国演艺管理协会提交了纠纷调解申请，并亲自去说明过所有相关情况，现在正在等待演艺管理协会下达关于纠纷调解申请的最终结果。今天在电视剧《认识的妻子》制作发布会上发表了我和前所属经纪公司相关的事情，我的心里十分过意不去，也要向大家说一声抱歉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